No Kill that 遇见你的第一眼。Hello， 我是燕婷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挑战三种妆容，而这三种妆容都是李圣经的妆容。那为什么会想挑战他呢？其实也不是挑战他，而是致敬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启蒙了我，他启蒙你。对，他启蒙了。他哪认识你啊？我认识他。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，尤其他那个眼睛，你有看过吗？没有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三种妆容我会用他代言的隐形眼镜，那会不会很相像呢？其实我自己觉得不一定。这部影片呢是由我自己画，然后巨人的参与就在于他帮我配音。没错 ，Let's go。首先将白色液体涂在额头上，均匀涂抹，记得哦，脖子也要擦。哦，这隐形眼镜13.2mm，有太阳的感觉，应该是琥珀色。等等，宝贝，你怎么哭了？上次的粉色蛋打到今天变成黑色蛋，然后是什么东西啊？继续使用黑色蛋打打打打打打。啊，我懂了，刚刚是打黑眼圈。拿起一支白笔，开始雕刻你的眉毛，再换上一支，这什么？来回刷眉毛。这我知道啊，他在刷鼻影，我看了都好痒。然后把自己画成北原山猫，黑蛋要出现了，开始打打打打打。好了，这是他今天第一个要仿的妆，他自己也蛮怀疑的吧？接下来就是画眼影，记得哦，嘴巴开开才会画得漂亮。他在干嘛？哦，眼睛画好了，开心。再来使用大眉毛戳你的颧骨，中指戳戳戳，夹灰夹转夹。棒，口诀都背好了哈！真的有像哎，眼睛也漂亮，这个姿势叫开花然后哭哎，夹上发夹，这样看起来比刚刚这样更像哎。接下来手撑着头，哎呦，怎么变河豚了？现在什么状况？你为什么要嘟嘴？这真的不行，太讨打了。一个转场，快速带过。这款有森林的感觉，你看中间有棵树哎。左边这边好正哎，跟刚刚是同个人吗？大毛笔又出现了，均匀涂抹在自己脸上，连鼻子也要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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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我好累啊，还要涂亮片，女生就爱弄些有的没有在脸上。好看耶。等一下，这什么鬼东西，太可怕了吧，孩子吃到假发累不累啊？他的假发不行，眼妆是可以啦，化妆就好了，戴什么假发，大家看他眼睛就好了齁。这有点紫蓝紫蓝的，跟我妈养的孔雀鱼长真像啊。等等，现在左边这个人跟刚刚左边那个人是一样的吗？现在开始夹睫毛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大毛笔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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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，微笑。这顶又是哪来的？还要自己剪假发？等等，这刘海是不是剪坏了？果然剪坏了。所以中分还是眼不见为净比较好。不对，他刘海还烫坏了呢。好啦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三种妆容跟发型。只不过长发我觉得有一点有点可怕，所以近照的话好像比较不那么可怕，所以我就是留近照。你今天看整体，你最喜欢我哪一个妆容？我觉得妆容都不错看，但我觉得假发。没有，我买错色了啦。尤其是第二个假发，真的是。超级粉紫色， 对，有点可怕，但是整体下来还是蛮好看的吧，就是不要远观，只能近看。远看像一朵花，近看还有我的吗？可是你近看可以。以上三种妆容呢，戴的隐形眼镜都是李圣经代言的，就是这三盒 Fresh Look， 分别是秘境琥珀、秘境湛蓝跟秘境冰灰，然后妆容就给你们参考啦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妆容的影片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